看看新闻网。报道了微软将放弃 MSN 的新闻。根据最新的消息呢，这个报道已经在今天早晨得到了微软的证实。除了中国大陆之外，微软将于2013年第一季度在全球停用 MSN 服务，旗下1亿多用户将整合到 Skype。